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结束，蒋介石便调集重兵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至10月20日前后，调集了湖南、河南、江西等省7个师，有1个旅，共10万余兵力进入江西，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同时，又另在武汉的第19路军2个师准备进入江西。当时，红一方面军红一、红三军团4万余人，正驻扎于沅水一线和赣江中游的吉安附近。1930年11月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国民党军分成3个纵队。 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推进到沅水流域，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此外，湖南军阀何健下令其第19师进驻沅州，配合鲁涤平部的行动。以前在井冈山时期也有国民党军的什么进剿会剿，他那个都是一个省的国民党军，或者是临近2个省、3个省的国民党军，就地方军队组织的。 而这次不一样，是蒋介石调集全国的兵力，举全国之力对红军发动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能不能打破？怎么打破？就是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中有人主张夹江而镇，把红一军团摆在赣江以东，把红三军团摆在赣江以西。 组织防御。其实这原因也很多，第一个就是红三军的很多干部战士，他们都来自湖南、湖北，他们希望回到他们的老家，就保护他们的革命成果，保护他们的胜利成果。第二个就是我们江西地方啊，行为啊，省苏的一些地方一些这个干部战士啊，干部不希望这个把战争引到我们江西的根据地的内部来打。 因为这样势必把我们根据地的谭南关关打得稀巴烂。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统一思想，在新余罗坊陈家闹的一个染坊铺子里召开会议。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指出，面对10万之众的强敌，红军主力不能分离，两个军团必须攥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 他说：“苏区有山地、平原、江河，回旋余地大，尤其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仗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非常主动，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1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在新余县前村下达了作战命令。 要求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命令第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元指挥；第四、第12军为右路军，由林彪、杨岳斌指挥；第三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慧文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随中路军行动，迅速组织渡江。 赣江中游峡江附近的仁和渡口，与红军四渡赤水时的仁怀渡口仅差一个字。退伍军人吴明军每天乘渡船从江东来江西上班，工作就是看管仁和渡口一座叫修月山房的老祠堂，也就是当年红三军团东渡赣江时。 彭德怀的指挥部，小五是一直在这个修月山房。对，一直在修月山房，修月山房就在那个角落。你当兵回来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别看我是当兵的，我每天都跟彭大元是在一起。你很骄傲。没事，我们都当兵的都是这样嘛，现在是吧？军令如山，令出必行。据说。
当年朱德、毛泽东的渡江命令一下达，全军便开始行动，红三军团很快就集结到了渡口。但就在这个时候，红三军团领导干部中却又有人思想动摇，说为什么不能夹江而阵，我们有意见。彭德怀说，大家有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再统一一下思想。说完他便去渡口勘察了。但没想到的是，讨论会从上午开到下午，开了整整一天，思想还没有统一。从渡口回来的彭德怀一看这个情况，一下子急了，岂有上级命令下达，执行命令决心动摇的。他斩钉截铁地说，总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为了消灭敌人，一三军团不能分离，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我是一定要过江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能搞地方主义。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渡口。1930年11月1日，由安源路矿工人组建的第一个红军工兵连开始在这里组织架设浮桥。路矿工人他可以架乡道，开山都很方便，都有挖洞的坑洞的坑道的经验，架坑道的经验都有，但是面对这个大江大河，要架桥还是难度很大的。怎么架？就是用我们这个当地渔民的渔船，每3艘船连着作为一组，上面用我们百姓家里通用的这个门板，3个船定为一组，再把一组一组的船拽给它这个固定在这个河道上，用绳子给它连接起来，通过这个方法最后解决了这个架桥的任务。江风浩荡，军旗招展。1930年11月5日，红一方面军各部从樟树至峡江间东渡赣江，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民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结成了一个团结御敌的整体。11月，北方已入冬令，赣南正是农秋，苏区迎来了分得土地后的第一个秋收。据毛泽东年谱记载，那些天在转移中，他一路都在调查土改情况。后面是围追的敌人，胸中是必胜的信心。他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直到现在，这3次反围剿战争仍然是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的典范。为什么？除了跟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导分不开之外，我认为关键就是由我们的党带领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伟大的革命精神、优良的干部作风，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密字第一号紧急通告，规定了设立兵站、输送给养、转运伤员、建立交通线、节省费用、瓦解白军的任务。翻身农民一下子就为红军筹足了3个月的军粮。每个村这男人当中啊，成立了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等各种支线组织。那么在妇女中呢，就成立了经血队、洗衣队、慰问队等等。与此同时啊，各个村、自然村这些广大群众还创造性的搞了肩并肩野的一些这个形式。比如说他们把能用的东西啊全部都是藏到山里面去了，大山里面去了。这个搬不动的东西呢，比如说龙骨的龙啊、这个碾米的磨啊，这些东西啊就把它扔到这个桶里面去。此刻在沅水一线扑空的敌军已调向赣江以东，寻求红军主力作战。蒋介石赶到南昌，急调在武汉的第19路军迅速参战，
令令驻福建的两个师又一个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至此，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国民党军达到了11个师又2个旅。为统一指挥，建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指定鲁迪平任行营主任，命各部由北、由西、由东发起进攻，兵分多路，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不断后撤，敌军不断扑空。11月下旬，朱德、毛泽东决定把退却终点选择在根据地中部，做出了退却终点即是反围剿战场的决定，并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隐蔽集结，总部驻扎黄陂。在黄陂中排召开的总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分析了红军必胜的道理，并做了8个大胜利的条件的报告，与朱德拟定的30条作战注意一起下发全军，作为临战教材学习。8个大胜利条件，前面2个呢是讲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对帝国主义不利；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对反动派不利。实际上中心思想还是要说明撤退到苏区内部去，诱敌深入有什么好处，反复强调的我们有人民支持。敌人的攻势看似非常凶猛，12月19日，龚炳藩率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师进占东固，当晚他便电报邀功，蒋介石立发嘉奖令称着提升米布番号为28师，并犒赏10000大洋。结果第二天，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向东固进军时，在大雾中发生了误判，其前锋与第28师互相打了起来，激战了数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呢，工兵班的部队呢已经是被打死了几百人，气得工兵班骂娘，带着部队掉头就走，就再也不收你前的总指挥赵国丹的接次了。12月25日，在小布召开的中央苏区军民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红军赤卫队加上群众来了上万人，主席台两边贴着一副大字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力操胜券。其中反映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形成的游击战争的16字诀。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反映了运动战的思想，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6字诀既是战术也是战略，后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就是从16字诀中间逐步发展起来。敌进我退就是战略防御，敌驻我扰就是游击战，敌疲我打那就是防御中间的进攻战，敌退我追那么同样也是防御中间进攻战的延续。当时国民党围剿军虽有10万之众，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所率的第18师和谭道源所率的第50师是鲁迪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如果消灭了这2个师，这次围剿基本打破。而张谭两师各约1.4万人，以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一次打对方1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红一方面军最初选定先消灭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那么当时从小布区到年头是一条20多华里的坑垄地带，那个地方啊特别的适合打满伏击敌人，是个天然的口袋井。那么当时呢，谭道源呢已经站住了，
这个谈的年头的高低，啊，因为谭导演这个人天生谨慎，最后我们冯军两度失腹都没打着。毛泽东与朱德十分强调慎重出战，但谭导演的第五十师却蜷缩不动，这个出战让人等得焦急，等得揪心。12月28日，鲁迪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起总攻击。国民党围剿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亲率师部和两个旅，在第28师一个旅的配合下，由东固向龙岗推进。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抓住战机，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龙岗，围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雾满龙岗，千丈暗。警卫员吴吉清回忆，大雾中，毛泽东边走边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孔明借东风破敌阵，我们今天是乘大雾歼顽敌。”1930年12月30日上午10时。张辉瓒率第十八师由龙岗向午门岭推进，正肩部登山之时，急遭居高临下的红三军迎头痛击。南昌行营得前方战报，称骤然间天后骤变，咫尺间阴沉莫辨。站在黄竹岭指挥所观战的毛泽东、朱德收到了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请求支援的报告，可当时他们身边连一个兵都没有。朱德说：“没有兵就派将。”说着，便把作战处长郭化若派了上去。战至下午6时，红一方面军发起总攻，整个战场杀声震天。龙岗一战，红一方面军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0000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哎呀嘞，三月个初三月头工哎，刚到个鬼卡来杀呀个熊。啊，当时是红军战士在这个山上捡到了张辉瓒的一套衣服。上面写有张辉瓒三个字，所以呢知道张辉瓒还并未走远啊，然后呢再次进行烧山，把张辉瓒给活捉了。万海红从小就听红军捉张辉瓒的故事长大，如今他已成了当地红色经典的传讲人。活捉张辉瓒的地方就在这个草丛边啊，当时我们小时候呢经常在这里玩。就是在这个地方捉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这里。今天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战争依然是最激动人心的话题，活化在当地人民的生活里。歼灭敌十八师之后，红一方面军又乘胜东进，抄近路，于1931年1月3日凌晨进抵东韶附近，向谭道源的第50师发起攻击，歼敌3000多人。5天之内，连续打了龙岗、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敌1.3万余人，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老红军战士回忆说：“战斗胜利后，大路小径到处可以看到，农民们在帮我们把伤员运送到后方去，担架都是用门板改做的，还有许多人把红军伤员背着，都是兴高采烈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后，1931年2月。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令驻山东的第26路军
驻江苏的第五十二师和刚到达湖南的第五路军的到江西参加围剿，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共十八个师又三个旅，约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1931年3月27日，何应钦下达进攻命令。4月1日，敌军开始奔四路大举进犯。中共苏区中央局对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呢，是分散游击，就是也是把中央红军，当时已经改成中央红军了，分散成小股，撤出苏区到周边去游击，这样也可以扩大地盘嘛。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更加悲观，就是另建新区，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边境地区，重新建立苏区。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主张还是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王稼祥回忆，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前，他和任弼时同志从上海出发来苏区时，还带了两个苏联军事顾问，一个叫盖里斯，一个叫马雷舍夫。但在外滩十六铺码头登船时，因为国民党宪兵的盘问，露出了破绽，差点被捕，所以就没来得成。这个很少被人提起的事件，反映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红军指挥打大仗的能力是有怀疑、担心的。大敌当前的争论反反复复，总是不能定夺，人忧心忡忡。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开扩大会议，把各个军的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都请来参加讨论，因为他们是直接指挥部队的，对吧？这个关系到红军和苏区命运前途的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应该让他们来发言，一讨论，大部分人都支持在苏区内打破敌人围剿。毛泽东一下子就从少数变成了多数，所以最终诱敌深入方针被通过了，还是就是中央局发了这个下了决定，那就是在苏区内坚持和敌人战斗，打破围剿。粟裕回忆说，这时毛泽东已成竹在胸，开一次会定不下来，他和朱德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还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终于大家同意打了。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执，有的主张先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有的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六军，毛泽东主张先打王金玉的第五路军。毛泽东指出，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心虚胆怯，为第五路军指挥的第二十八师战斗力也不强，红军在运动战中首歼第五路军一部有较大的把握，而且打第五路军后可就是由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征集资财，便于打破国民党军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第一仗求歼第五路军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郭化若回忆说，行军休息的时候，在一个小树林里，毛泽东引起了管子的话，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任，城辖则审。”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在东固一带的丛山峻岭间埋伏了25天，挖了很多这样的地道。请注意好，这里别撞到头了。这种防空洞多吗？多啊！就是当年第二次围剿期间，红军在我们东固挖了很多这种防空洞，3万多人。当那3万红军都藏在这种洞里。对，3万多红军都藏在这种防空洞里面。龚炳藩为打探风声，派来了一个叫刘老汉的奸细。但是他非常厉害，他是不管是给他打洋。还是给他鸦片，这个刘老汉都无法获得任何情报，因为红军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实行叫做撤色戒严，这刘老汉不知道红军在哪里啊，所以他一直在东固前面徘徊不前。在这25天时间之内啊，我们3万多，将近4万红军。在东固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地方能够埋伏下来，敌人不知道，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从布阵上看，敌军从西到东的进攻两翼皆是精锐，中间则是杂牌军。讨论战法时，林彪说，先从侧翼战斗力最硬的对手打。毛泽东问，如果打不赢呢？接着他把敌人这个阵势比作螃蟹，说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软肚皮又都是从北方调来的部队，不服水土，说我们就从这个软肚皮开始打。5月16日，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就从富田与东固之间的白云山设伏，歼灭了敌第28师大部。紧接着在15天里5战5胜，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700里去15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围营步步皆合集。毛泽东的诗句就是对这次战役的生动记录。时任红军师长的粟裕说，我正是在毛泽东、朱德领导我们打的这些胜仗中，开始懂得战争是指挥艺术的较量。后来他在更深入的研究中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就是用打软肚皮的战法，从比利时那个薄弱部位打进去，从而一举突破了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因此他特别强调，这就教育了我们，现实防御在现代战场上是没有用的，现代战争没有多层次的纵深防御是不行的。伟大的反围剿战争锤炼了人民军队的钢筋铁骨。值得记载的是，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名中将、802名少将，绝大多数都参加过反围剿战争。担任将军大合唱总指挥的李志民上将就曾参加过5次反围剿。这样的阵容，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因为苏区内部实行了土地革命，群众分到了土地，贫苦农民实现了1000多年以来的耕者有其田的这个梦想。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坚决地支持红军作战，是吧？
参军参战热情非常高涨。再一个就是地形熟悉嘛，我们熟悉地形，可以选择有利的地形埋伏下来，是吧？让敌人落入陷阱，一口一口把它吃掉，是吧？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战争思想，就是依靠人民，人民是红军的靠山。反围剿战争是苏区军民同心的战争。朱德回忆说，每次出发后面都有几千农民，包括妇女儿童，带着箩筐扁担，犹如潮水般随军前进。攻下遂安后，敌人丢盔弃甲，连粮食库都不要了。开仓分粮的时候，百姓都兴高采烈，别提有多高兴了。乘一路纵队，右转弯，起步，走。连续的失败让蒋介石坐不住了，于是他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次敌人的规模之大，超出想象，且行动之快也超出预料。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就是中央红军到闽西、闽西北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了，目的是为下一次反围剿做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不到半个月，就六月下旬，蒋介石就带着那个美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到南昌去，在筹划发动第三次围剿。至六月底，国民党军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和新调来的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蒋介石决定这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首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7月1日，蒋介石就正式下达了总攻的命令。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骄阳似火的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福建的建宁集结出发，先是向南，然后再向西，再向北，划过了一道弧线。这个时候夏粮尚未完成收割，所以几万红军军粮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眼看这个田里的谷子快要熟了，但是就还差几天，所以苏维埃政府发起了一个运动叫捡黄运动，就这里田里的稻子有的熟了它就黄了，就鼓励妇女拿剪刀去把那个熟了的先剪下来，赶紧煮稀饭让红军吃。第三次围剿开始前，蒋介石突然把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任命为宣抚使，驻于南昌专司招抚之事。不久，黄汉湘便派黄公略同父异母的兄长黄梅庄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潜入中央苏区，来到红三军驻地找黄公略劝降。此时的黄公略已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一名意志坚定的红军指挥员，他选择了与黄梅庄一刀两断，并命令把黄梅庄的口供印发全军以戒警惕。1931年，风雨肆虐的8月，集结到兴国高兴区的红一方面军陷入了重围。西面受赣江阻隔，东南北三面是敌人的9个师进逼，处境危险到了极点。红军集结在高兴西，原计划是由高兴西向北突破国民党的富田新安的封锁线。命令下达，红军到了
富田信长父亲在太和沙村隔壁的地方准备打仗了，才发现国民党已经察觉红军意图，设了个埋伏，所以连夜宣布命令作废，部队又退回高雄去。国民党把包围圈很快就给它压缩了。这座大山的半山腰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叫绞石寨。这里就是绞石寨，当年呢，就是红军后备办事处啊，就在这个地方。陈毅当时是赣南特委书记，赣南特委呢驻扎在我们兴国，同时他又是兴国的县委、中央县委书记，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负责保护当时红军一些物资。狭路相逢，勇者胜。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包围圈的东面，敌人的重兵集团之间出现了20公里的空隙地带。毛泽东、朱德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实施穿插，跳出包围。毛泽东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全军实施穿插突围的当天晚上，陈毅带着毛泽东交给他的文稿和20万元军费藏身到了绞石寨。8月5号晚上，几万红军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在国民党的大军奉献之间，他就两个峡谷悄然离开，经过一夜急行军，出现在60公里之外的兴国县莲塘下。所以第二天国民党向高新西发动进攻的时候，高新西已经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这仿佛是一场能浇透灵魂的大雨。大雨中，两支敌对的军队，一支正在他们的营帐里卧待天明，另一支则顶风冒雨从他们的营地间悄然穿越。对峙中，汗水与奋进，松弛与紧张，失败与胜利，都埋下了伏笔。张震当年是红三军团的一个连党代表，他说我们一个晚上行军到达连塘的时候天亮了，大家走了一个晚上是饥肠辘辘。连长跟他说，他说你是党代表啊，我们连里现在没有存粮了，你能不能早点吃的。这个张震就带着两个战士跑到连塘区一家店铺家给他们敲门，敲开一家，一个这个妇女，她说我是卖酒的，我这里其他吃的没有，酒糟还有两大缸，如果你要我就送给你。张震就把那个酒糟装了两袋敲回连营，大家就把那个吃了。8月7日早晨，突然出现在莲塘的红军主力包围了国民党第三路进击军第47师一个旅，仅仅2个小时就把这个旅全歼了。接着毛泽东、朱德挥师北进，在梁村歼灭国民党军第54师大部。此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以3天行程奔袭宁都黄陂，于8月11日击溃国民党军毛炳文师，俘敌4000余人，5天内连打3个胜仗，歼敌10000余人。这时起兵反蒋的粤桂联军乘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深陷江西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发。9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开始退却，红军于9月7日至8日在老营盘、高新区2次战斗中歼敌4000余人。红军有一个连指导员叫王继成，这个同志啊，解放是个中将，他有个回忆，他说这个高新区战斗我这个连执行另外的任务，当时领导告诉他，你执行任务回来，你这个连直接到高新区，我们已经占领高新区了，就在高新区会见。所以到那个9号晚上，他带着那个连回到高新区，一片黑乎乎的，很热闹，而且广场上很多人吃饭，他
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七，他说我们过去就吃饭，吃着吃着突然发现不对啊，旁边人都看着他们啊，所以点火一看都是国民党。这个时候旁边是数千国民党军队啊。何谓狭路相逢，何谓威震敌胆？王金成就很喊了一句话，他共产党员跟我来，带着这个连一夜混战。国民党的军长蔡廷锴这个人有个回忆，题目叫百战余生。他在高新区的一个蔡氏宗祠做他的军部，他的部队全线溃退了，他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连。红军到了这个蔡氏宗祠门口，他就准备自杀。他在回里面说，我这样拿枪自杀，他的副官叫赵一坚拉着他手说，军长，只要红军不冲进这个大门，你就没有必要自杀。蔡廷锴拿着枪在那看着，他说红军在我大门前冲过去了，没有进来。百战穿金甲，沙场断铁衣。这是第三次反围剿的重要一战，眼前就是恶战中的竹篙山。尽管这个山头海拔只有300米高，我们现在看它也不是很大。当时红军攻出来的是第四一师，师长叫曾四五，曾四五外号叫曾大个，这个人作战非常勇猛。他一再向军长林彪请示，说这个山头太小，我的师部能不能往后退一个山头？林彪答复他，我就在你后面那个山头，你往后退，我往那里退，我后面就是毛泽东朱德方面军总部，所以你就必须盯在竹篙山。所以经过几天战斗啊，曾四五同志后来壮烈牺牲。红军后来向高新区冲锋的时候，当时六师代理师长周平就在高新区边上一个石拱桥负伤牺牲。在红军在那死上，一场战斗两个师长作战牺牲，绝无仅有。当国民党军全线溃败，其第四军团和第一军团第52师经高新区退却受阻，于9月13日不得不改变退却路线，经崇贤、东固向吉安方向撤退之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又于9月15日拂晓截住了敌第52师等部，再次发起猛攻，又全歼这支部队，俘敌5000余人。第三次反围剿历时77天，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武装全歼敌军17个团30000余人。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大战当年血海翻，今朝独上老营盘，荒台废纸无人识，一幅伤痕已渲染。这是多年后陈毅途经老营盘战场时写下的诗，而毛泽东却没有像前两次反围剿胜利后那样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写下礼赞的诗篇。9月15日，就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结束的当天，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6渡坳指挥部队防空疏散时突遭敌机扫射，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毛泽东悲痛地题写了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尽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
寄君来。